今天啊，每个人拿的print很高兴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个钱也是我们的。多少人拿了啊？那这个国政政府很体恤人民啊，睇到你哋咁惨啊，分啲钱俾你哋用，46亿啊，46亿，几多人攞到啊？600人，600万个人啊，攞到呢啲钱。 哇，好似好好啊！政府咁多钱攞出嚟分俾我哋，但系你知话我哋人口几多啊？2900万我哋人口，亦即是讲我哋28%马来西亚嘅人口啊，系要等住救济金先至过得日子噶，惨唔惨？我哋要嘅唔系救济金，我哋唔系乞衣，俾钱我哋梗系要，呢系我哋嘅钱。 但系咧，我哋要政府搞好我哋嘅经济，令到我哋个个人咧都有得个好嘅工作啊，有薪水，我哋要有我哋嘅尊严啊，要尊严地做工，要尊严地专注自己嘅生活。我们不要救济金，有阵时我睇到啲老人家几十岁啦。 喺太阳又热嘅情形下，排队去攞几百蚊嘅救济金 ，Brim 呀！我心中我睇到我好难过，呢啲老人家几十年为我哋国家贡献唔少。你唔好讲，就算系国家嘅工人好，工厂嘅工人好，扫垃圾嘅工人好，都系有出份出一份劳力啊！ 我哋国家先至慢慢建立起嚟，加佢哋老咗，做唔到工，但系我哋冇一个好好嘅制度、福利制度俾佢哋。佢哋日日谂住，如果政府派啲钱俾我就好啦。但系我哋要知道，派钱系唔系长远嘅。 真真，我哋要嘅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福利嘅制度。细佬哥有书读，大人有工作，老人有人照顾，呢啲系我哋要嗰一个国家嚟嘅。已经50几年，国阵管理个国家越嚟越差，但系我谂应该时候到，我哋要换政府。 换政府就要用打仗开始，我哋2005好失望，大家华人俾我哋好多支持，但系都唔能够成功，但系唔好灰心喎，呢场战吓系好长嘅喎，呢个系一个 struggle 一个斗争嚟嘅，我哋有时间，我哋呢一次选举唔得，下一次一定要得，一定要成功。 各位，家下咧，在我未结束之前，我要同大家分享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系一个科学家，佢同我哋讲：坏人啊，是不能够把这个世界毁掉的。 能够把这个世界毁掉的是那些冷眼旁观、选择沉默不做事的那些人。所以今天嘉颖补选，我要你们大家也尽一份力，作为公民的责任，出来唤醒我们所有嘉颖的人民给我们的支持。 不只是我要的，不只是你手上的那张票，唔系你哋手上个票啦，你要帮手我哋，确保所有有投票权的人当天都要回来投票，能够做到吗？能够。我们能不能够把国政的候选人打败，让他撤掉？ 安桂晶有没有这个信心？ <Yeah! S 1> 谢谢大家。